呦呦，是鲁特。在昨天骑了超过200公里的土路修车与小马尬掐，我们来到了这个迷人的小镇 New Bethesda。 在这里住了一晚之后，我们在一早的8点多起床准备，今天我们准备往南非的内陆地区继续骑乘。So far away from home, in this desert of regrets.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to let you go. Tell me, how can I forget? Words like water in my hands. I gues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Never thought.About the electricity, we're going to there today. Yeah, I got load shedding again now. The whole night the power was off because it was tripped. Yeah, now it's off again. I remember that we had a battery in our car, so I don't think that's a problem. Yeah, okay, nice. 睡得好吗？睡得好，你呢？你怎么一脸看起来快挂了？超累。睡得很好，但是很累。哦，睡得很好，但是很累。对啊。那所以你刚起床？刚起床。我已经起来，快三个小时了。我一路睡到，因为我档案昨天没拉完，我就直接挂了。对，我没拉完的。你早上有拉完吗？早上现在刚拉完啊，然后又继续排了，因为昨天这两张记忆卡已经全满，256G，干。本部影片感谢 KTM 台湾总代理安东贸易、普悠玛一捷租车、Stream Trail 台湾、iGoGo Sport 斯伯特、极限专卖、正成集团、Insta 360、PB Design 赞助播出。各位，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然后今天呢，一样是一个300公里吧的土路。出发。一早的8点多，我们简单的在民宿吃了一点小东西之后，就跨上摩托车准备出发了。虽然在这个小镇我们只待了不到24个小时，但是在发动了车子之后，还是不想要离开这个静谧的小镇啊。今天同样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天气好到就连道路两旁的路树以及远处的高山，就像在叫我们不要离开一样。所以一早心里还是不免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感，但是在跨上车了之后，失落感中又出现了一点点的兴奋。
我觉得在这一趟南非行中，这样的感觉真的每天都会出现，所以一早就在这样相互矛盾的情绪之下，展开了今天的旅程。离开 New Podesta 之后，刚上路不到15分钟，我们左转进了一条看起来很像是在修路的路段，天气很好，但是路面湿得很均匀。在这边简单的调整了一下电控系统之后，就可以安心的骑乘了。今天我们的行程虽然说一样是骑车，但是目的地就有些不一样了啦。因为今天我们的终点是一个自然保护区里的露营营区，所以今天 Lekker 的山乡除了装摄影器材之外，还多了帐篷、睡袋。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有朝一日竟然会在国外骑车的时候，选择以露营的方式来度过一晚。虽然说跟在台湾露营可能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啦，都一样是搭帐篷，然后睡在户外。但是在前往营地前的这一整段路，对我来说真的蛮新奇的，所以还是特别期待啦。而很奇特的是，今天我们正好遇到了这里的施工。我是不知道在 Offroad 上为什么会有道路施工的工程车啦。在骑一小段 Offroad 之后，我们也接回了平坦的路面。如果有看南非上一集影片的朋友，应该不难发现，其实这一次我们在南非选择的路线，很多路段都是骑着骑着，柏油路会突然变成 Offroad 会突然变成柏油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路面上轮流交替行驶，根本可以说是 Lekker 的主场了。而如同昨天的早餐一样，今天出发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只吃了一咪咪东西，打算到距离 New Podesta 大约60公里外的另一个城镇格拉夫里内特 Grafrenet 吃早餐。在出发了大约20分钟之后，我们骑了30公里，接到了今天的主要道路 N9 高速公路。这条 N9 高速公路全长大约421公里，而我们今天会骑乘的路段大概就只有整条公路的三分之一，也就是200公里而已。在 N9 上面，相比前几天骑的 N1，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山脉以及农田，甚至其中一段还有由大坝组成的特殊景观。而除了实际用肉眼看到的景色不同，骑在这里心境也与前几天的 N1 高速公路特别的不一样。以前都会觉得在骑了 Offroad 之后，风景好像就是该在 Offroad 上面看才够壮阔，才够对味。而今天在接到了9号公路之后，这里的风景我觉得其实完全不输在 Offroad 上面看到的啦。昨天骑乘的路段两边的风景，我觉得都是比较偏向原始荒野，甚至可以用偏僻来形容的。我的印象很深刻，骑了整整半天的 Offroad，一台车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唯一看到的就是草原上的几只羊以及最后的那三只马，整个世界就好像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而已。而今天早上看到的这整片风景则是空旷到不能再空旷，沿途的公路路标视野中虽然多了很多人造物，但是同样的一个人也看不到，同样一世孤独的感觉又再度出现，但是心里却是更加的兴奋。因为对我来说，不要说对我来说啦，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
就是出门的时候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路上很多车，目的地很多人。骑摩托车旅游，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点私心啦，就是很希望在骑乘的当下可以独自享用所有的风景。而在这个早上，这种骑车的感觉真的就是我所向往的那样，所以一路上真的骑得完全没有压力，很舒服啦。在九号公路上面骑乘了大概30分钟，我们离开了静谧又广阔的草原，所以这座城市出现在我们视野，也代表着早餐时间到了。Graf Reinet 葛拉夫里内特这座城市又被称作是南非的珍珠，介于南非内陆的沙漠与山脉之间，地貌从广阔的平原到奇特的峡谷地形都可以在这座城市中看见。虽然这次我们在这里只是短暂的停留，简单的加个油吃个早餐而已，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这座教堂，相比前几天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城市里面的任何一座教堂都还要高大，真的非常的壮观。吃完早餐，我们一行人继续启程，离开了格拉夫里内特之后，我们继续骑在九号公路上，目的地是距离这里大约170公里的 Willowmore。 出了城市之后，第一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九号公路上开始出现了这个路标。这个美感中带一点运动气息的路标，就是我们第一天抵达南非的时候喝的那一小杯绿色的 shot Springbokkie。 Springbok 的中文意思斑羚、飞羚，从路标上的剪影连我都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一种非常优雅的动物啊。在南非， Springbok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分别具有文化、运动、保育方面上的意义。他们会出现在南非的国家橄榄球队以及板球队的队服上，象征着对国家的认同以及自豪，甚至连橄榄球队都以 Springboks 来命名。而在文化层面上， Springbok 则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早期的殖民地时期，荷兰移民刚到南非的时候也经常捕猎 Springbok， 把他们视为重要的猎物，对他们在南非定居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进而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个象征。而保育方面，作为草原上最常见的动物之一， Springbok 的适应力强，可以整整7天都不喝水，在完全没有水源的区域生存下来。狮子、猎豹等等的肉食性动物也会捕猎 Springbok， 可以说 Springbok 维持了草原上食物生态链的平衡啦。这段路从路边的路标上来看，是个 Springbok 常常出现的路段，不过今天我们在这边却没有看到任何一只 Springbok， 只有看到不下20个要注意 Springbok 的路标。当地的政府甚至还表示说，这里是一个 High Accident Zone， 高几率发生意外的地区。偶尔经过路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路边的灌木丛里面还会有几个十字架，上面会用一些花朵覆盖。而比较悲伤的是，每一个十字架代表的则是有一位用路人在这里因为交通事故离开了人世，而这些十字架则是发生意外的用路人的家属放的。其实在我们从约翰尼斯堡出发的时候，路上时不时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十字架啦，出现的频率算是蛮常见的。第一次看到的当下，我也很好奇的问了这个十字架为什么会摆在这边，知道了原因之后，当下也蛮震惊的。其实我觉得以这种方式直接把十字架放在事故的发生地，来缅怀因为交通事故而离开的往生者，在无形中也同时警惕了来往的用路人。至少对我来说，在每一段路看到十字架，右手就会不自觉地把油门收回一点。比起搞了一堆上面充满密密麻麻文字的路标，好像只要一个十字架就有着更浓厚的警示意味。但是当下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啦，只想着好好的把这一段高几率发生意外的区域给它骑完。
一路同样用着大约120时速巡航，在骑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这个位于草原中心的休息站。这一条路真的超直。据这个 Alan 所说呢，他们之前来的时候，然后他们有在车上架那个 GoPro， 然后拍那个缩时的影片，然后缩时的影片呢，一路全部都是直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弯，看起来就像那样静止的画面，非常的帅啊。然后我们距离 Wellmore 呢，现在大概还有70公里，然后70公里的话，我们大概骑半个小时就会到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先喝一下咖啡。这里呢，我们在煮咖啡。有保姆车的人生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真的好爽哦！高速公路旁边煮咖啡，高速公路旁边煮咖啡，对。Oh, thank you for your coffee, Fata. OK，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喝一下咖啡，我们等一下呢就准备要继续出发了，好不好？哥哥，在这边我们做了一个长时间的休息，泡了咖啡，吃着 biscuit， 静静的欣赏这个荒野中的休息站。我其实不知道，甚至很怀疑 Furter 这样吃 biscuit， 他到底喷了多少出来。不过看着他脸上那微微的笑意，我知道我们在刚刚的这段路真的骑得非常的放松。荒野中的休息站比起高速公路上面的休息站，虽然少了卖咖啡的店家，甚至连厕所都没有，要直接就地解决，但是我想我们就是爱这一位啦。我说的这一位指的不是上厕所的部分啦，而是这抬头就能看到一望无际草原的荒凉。比起都市什么的，这种环境才是我们来南非最期待看到的。离开休息站，我们接下来准备前往下一个地点。今天的路线在早上，我们主要还是会骑着九号公路，下午的时候才会进入土路的部分。而随着路程的推进，周围的景色以及地貌也会慢慢的改变。在从刚刚的休息站出发，骑了大概15分钟之后，感觉远方的山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慢慢的越来越近。接着甚至就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大块大块的石头就在我们的左上方。右手边看似一望无际的草原，其实是全南非第四长的河流格鲁特河，长度大概是300公里。像我们刚刚吃早餐停留的城镇葛拉夫里内特，这座城市的民生用水就非常依赖格鲁特河。在雨季来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片草原会全部被洪水给淹没。很刚好的是，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间是三月，正值雨季。但是目前看到的格鲁特河还是可以直接看到最底部的草原，不说的话基本上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条河流啦。而也因为在雨季来临的时候洪水会泛滥，所以在这里也有一座大坝 Windy Heavport，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给 Google 小姐来念一次好了。 Windy Heavport Windy Heavport。 比较可惜的是，在这里我没有停下来好好欣赏一波。而可能是因为我们到南非的这个礼拜骑乘的路段几乎都是那种一马平川的大草原，所以在这边有了这个小山丘的陪伴，反而让我想到了在台湾骑乘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人很奇怪啦，在台湾的时候你会一直想着哦，要去国外骑车好爽啊，好想看看国外那边那种辽阔的美景。但是当你人真的在国外骑车的时候，脑海里你又会下意识的把你当下正经过的景点、正看到的风景重新连接到家乡骑乘时看到相似的景点，我想这应该就是另类的想家了吧。而在想家的时候，我最怀念的就是台湾东海岸的美景。非常感谢这次影片的赞助商普悠玛一节租车提供观众抽奖花东两天一夜重机轻旅行，由普悠玛一节租车提供车辆一款，以及台东南丰铁花站标准双人房一晚。看完影片之后，在影片下方留言，感谢普悠玛一节租车让我遨游东台湾。普悠玛一节租车让你虽然看着南非的影片，但是好想要去花东骑重机呀。经过大坝之后，我们又再骑了接近半个小时，终于来到了 Willowmore。Willowmore 是个南非的传统小镇，建筑物大多建于19世纪。
有着荷兰建筑的怀旧风格，据说在这里就是一定要来一杯咖啡。所以当我们抵达了这个小镇，把油量给它补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一间咖啡厅，打算忙里偷闲一下，在这边喝杯咖啡，再接着出发。We're in Willamoor. Yeah. Heading out to Pavillon's Club. What can be wrong with life? Very good, very nice. Very good, very nice. The road is narrow. It's not as wide. Oh, really? Yeah, it's not as wide as yesterday. 他说今天等下要骑的路会比较窄一点，不像昨天那么宽。让我慢慢骑。Is that who? Yeah. Really? Very cute. Very cute. Airdrop me that picture. Okay. I want to send it to my wife. 现在刚到这个叫做 Willowmore 的小城镇，稍微停下来，刚加个油之后呢，我们现在这边舒服的喝杯咖啡，等等呢就要迎接我们200公里的土路了。我们今天早上应该骑了，也是差不多200公里的公路。然后呢，从 Willowmore 这边出发之后呢，就是200公里的土路。等等喝完咖啡呢，我们就要出发了。OK。天气很好，你看我已经晒伤了，变成这样，帅吧？真男人就是要这样，好不好？两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这应该看得出来了，这手表嘛，我们这个人肉手表很 OK 的，随时随地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再忙也要跟你骑车，还有来一杯咖啡。喝完了咖啡之后，我们也准备接着继续启程了。以 Willowmore 的咖啡厅作为起点，我们也算完成了今天的公路。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大约是70公里的土路，里程比昨天短了一点点，但是柏油路到土路的距离同样也就那一瞬间。经过这几天像个牛仔一样奔驰在草原上之后，不难发现我的车衣、车裤、车靴以及 Laker 也慢慢的被南非细小的沙石覆盖了。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骑到最后整个人会越来越狼狈，但是反而越来越开心。而现在我们骑进来的这一段路 Pavillon's Grove， 'cause you've been told too many times before. Yeah, you've been told so many times. Pavillon 的中文狒狒，就是之前六福村跑出来的那一只啊。A scrove 则是峡谷的意思，所以 Pavillon scrove 顾名思义，狒狒峡谷。整个 scrove 的面积大约是50万公顷。Pavillon's Grove 原本是南非原住民科伊桑人的领地，而在这50万公顷中最有名的则是其中18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是整个南非的第三大自然保护区。这次的行程中，我们也会骑着摩托车穿越整个 Pavillon's Grove 保护区。不过今天因为我们才刚进入这个 Grove， 所以呢明天才会进入保护区的范围。而讲到保护区，又是骑着摩托车，相信应该某一部分的人又会有疑问了啦。啊，保护区的能骑摩托车吗？其实在南非几乎大部分的保护区或是国家公园都是可以直接骑着摩托车进入的。像是我们这次旅程中前往的好望角、桌山、花园大道，以及现在来到的这个狒狒峡谷，只要付完过路费就可以骑摩托车探索整个园区了。没有什么骑摩托车会破坏水土保持，排放的气体会污染环境，虾米挖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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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奇葩的假议题啊。甚至在保护区里的管理员看到我们骑摩托车来，还是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和我们交朋友，真的算蛮友善的。而在进入了 Pavillon's Grove 之后，其实可以很明确的发现这一段路和我们昨天骑的那一段路有着非常大的不一样。周围的环境比昨天还要更原始，骑在路上你还可以看到长颈鹿，不过这应该是私人圈养的，不是野生的啦。好高哦！
相信我，如果我知道长颈鹿要怎么叫的话，一定是会好好跟它勾溜勾溜的。但是当下查询了一下脑海中动物叫声的资料库，发现长颈鹿完全不知道它怎么叫的，所以即使很兴奋，但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往身后走去。如果你知道长颈鹿怎么叫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这样下次我就知道要怎么和它勾溜了。说真的，在这里看到长颈鹿跑来跑去的，接下来大家应该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就是接下来我在骑乘的时候，基本上又把注意力放回两边的草原上了，地名里都有狒狒了。当下真的是很希望有个一两只狒狒可以赏个面子出来让我拍一下，不过很可惜的是，接下来就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动物了，反而注意动物的路标又出现了。这次的主角从 Springbok 变成了可爱的羊妹妹，我想应该是因为在这里的羊相比昨天看到的那一群是会直接横跨到行驶的路径上的，所以才特别设立了路标。进入 Bavian's Grove 之后，我的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都叫狒狒峡谷了，一只狒狒没看到就算了，怎么在土路上骑了快半个小时了，连个峡谷的影子都没有，甚至一眼望去都还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完全看不出来任何这里有峡谷的痕迹。当下甚至还觉得到底是不是骑错路了。不过就在继续往前骑了大概十分钟之后，自己会突然感觉到怎么好像周围的地势变化得很快，我们就好像从山顶一瞬间来到了山谷。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的看到了 Bavian's Grove。如果你问我 Bavian's Grove 的风景怎么样，我的回答一定是超级震撼，与画面上呈现出来的感觉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可能是因为运动相机广角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离两边的岩壁看起来都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当下骑到了这里，实际上我觉得那种压迫感蛮重的，两边的岩壁离我们非常近，然后眼前的一切就好像快烧起来了，岩壁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通红的颜色，而在岩壁的后面则是更多裸露的岩石，从最上方裸露到最底部，几乎超过一半是没有植被覆盖的。所以骑在这里的同时，我其实也非常担心会不会有石头就这样掉了下来。身为一个台湾人，如果说中横的太鲁阁峡谷是险峻深邃，那狒狒峡谷一定就是压迫原始。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人工开凿的山洞，也没有那么明显的道路，在轮胎底下的只有看似随意铺设的砂石路面，正合我们的胃口。所以啦，这段路我当然是把心思全部放在周围的风景，边骑边仔细的观察岩壁上的每一块岩石。第一天骑的这70公里的 Bavian's Grove 最精华的路段，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片峡谷了。除了峡谷之后，则是比较宽阔的山谷，压迫感明显少了非常多。而也就是在离开了这精华路段后的没多久，我们也即将抵达今天我最期待的 Bavian's Grove 露营区。坐落在狒狒峡谷的这个露营区就有如遗世独立一般，周围什么都没有，放眼望去看起来就只有一路绵延下去的山谷，
不知道尽头在哪里。而到了营区之后的第一件事，我们没有先搭帐篷，因为在这里有两位可爱的接待员跑出来接待我们。哎、欸，他这个超聪明的。对啊。Hello，Hello， 大哥。哦，牙齿好白哦，超健康。嗯，爽啊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OK， 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哈哈哈哈哈！你看，你看，这是装死吧？好摸哎、欸，对吧、啊？而且它的毛超好摸的哎、欸。对啊，对啊，哦，这有七岁小孩的智商哎、欸，真的、哦。对啊，这是那个什么什么牧羊犬嘛？边境牧羊犬。对啊，边境牧羊犬。好，你听，你不用问他。是那个脸。哎、欸，不管有没有摸它，它都这个脸哎、欸。抓我，叫我不可以。好，那他也抓你了。哎、欸，爽到吐舌头哎、欸。啊！一二三，来啦！一二三，喵喵，喵，超可爱的哎！对啊，玩完了这两只边境牧羊犬，我们也和他们混得很熟了啊。所以接下来的搭帐时间，其中一只还跑过来监督着我们。而第一次在南非露营，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准备，只打算简单搭个帐篷，没有天幕，甚至桌子还有椅子，也打算直接用营区里面的。我觉得在南非露营跟在台湾的露营区露营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的。第一点，同时也是最有感的一点，人少安静。露营的这一天在南非是一个假日，在大家都放假的情况，这个营区也大概就只有三到四组客人，人少自然我就变成了最吵的那一个。而第二点，我觉得则是跟心境有很大的关系啊。看着这样的峡谷景色，搭着帐篷，只想着赶快搭一搭，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切。所以这次的搭帐，我们真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营柱给它煮起来，帐篷给它盖上去撑起来，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搭最快的一次了。骑了接近350公里的公路还有土路，到了目的地之后，只会想着要赶快去附近走走晃晃，帐篷什么的，啊，能睡就好了啦。搭完帐篷，在我拿出空拍机之后，我马上也发现了这个营区好玩的地方。那一天下午，我花了大概两颗空拍机电池的时间在玩这只草泥马 DJI Mavic 3 Classic 的电池，一颗能飞超过45分钟。你就知道我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在和它玩，准确一点来说是和它互动啦。各位，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这个营地草泥马，他在那边吃草啊，很可爱。这个呢，在南非呢，他们就叫做一个农场 farm。像你看那个对面那个山头有没有？这一根一根长长的，很像栅栏呢，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围一个区域出来，然后给这些动物生活。喜欢大自然的人怎么样？绝对要来南非。喜欢骑车的呢？更要来南非。Yeah, in Taiwan we say 草泥马。草泥马。Yeah, 草泥马。Yeah, let. Yeah, llama. Yeah, llama, yeah. Llama, in South Africa it calls llama. In Taiwan we call 草泥马。草泥马。对，草泥马。草泥马。Nice. You think we can hide it? Really? I'm asking. You think? I don't think so. Looks like I don't think so, but we can ride it maybe. Maybe. Yeah, if we get stronger. 在南非很多的住宿都会有像是这样的小型农场，农场里通常会养很多动物。今天住宿的这个营区也不例外，
在这些动物之中，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反而是早上在公路上我们没有看到的 Springbok， 一次就一整群直接跑出来找食物吃。当下的情况真的十分的紧急，怕太大声，一下就吓跑了他们，所以相机吵起来，一路按到底。幸好最后还是有记录下他们优雅的身影啦。而我想骑完车、摸完狗、打完仗、玩完草泥马、拍完 Springbok， 接着来一罐冰凉的秘鲁，此生真的是武汉了。Llama, llama. Oh, the llama's here. The llama's there. Really? And you do you know what we call it in Taiwan? Uh-huh. 草泥马。草泥马。Yeah. 草泥马。草泥马。Yeah. And the llama is. Yeah. It spreads. 草泥马。草泥马。Okay. Yeah. It's awesome. 它真的是吃草的时候啊，它的嘴巴这边会有一根草是没有吃下去、没有吞下去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bike riding today? Oh, guys, I think it's awesome because I saw the rocks, the mountain, and the road. Yeah. Yeah, the road. I love the road. Yeah. But I need to thank you, all of you.Because for waiting us a very, very long time. And I'm sorry for that. No, it's fine. Because I need to fly the drone. Yeah, yeah, I'm sorry. No, it's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We like when you fly the drone, no problem.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我没办法想象我现在就在什么电影场景里面。我看这里真的超漂亮的啦，超美超赞。然后我相信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它这个风景呢应该会更赞。其实我现在啊什么话都不太想说，因为我的手是有点偏酸的，但是我还是强忍着这个疲累，好吧，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骑的这个行程，这个土路。先让我讲一下我现在的心得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姿势。等一下准备好我来放空，刚刚开了一罐啤酒，然后我们现在骑了大概快300公里吧，终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啊，我对这个Futter 还有 Hum and Jack 非常的抱歉，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基本上很长，怎么样停下来飞空拍机。那我刚才一路上呢，这200公里我大概停了4-5次吧。刚开始在准备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Futter 他就跟我说这边的景色呢只会越来越美，可是我还是很忍不住的在一开始就狂飞猛飞。我们在第一个点大概就停了快一个小时了，所以骑到最后其实有点算是小小的在赶路啦，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 OK 啦。我们现在也五点多到，然后虽然现在时间6:30，这算是一个露营区，然后它有包含小木屋的一个算营地吧。我们今天晚上要睡帐篷，非常赞。这个整座山都是岩石，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整个非洲大陆呢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陆地之一。它这个岩石味，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它就是整个看起来就是很 awesome。我现在快变 ABC 了，我来一个礼拜就快变 ABC 了。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煮我们的晚餐了。晚餐是什么呢？牛排。哥哥，喝完啤酒，接下来我们要烦恼的则是今天的晚餐。幸好我们在南非还有一位老婆是厨师的 Futter， 让我们今晚的晚餐有着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Brabrikis, we're on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people. Okay. Three left. Go, hey! Buy a donkey. Buy a donkey, yeah. Buy a donkey. 今天晚餐我们升起火，准备 BBQ， 烤三明治。Brabriki 又再次重出江湖，加上昨天再到住宿点前买的肉，这一餐也算让我们吃得很饱了啦。一个专业的旅行者呢，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在他们煮饭的时候、生火的时候，我们他妈在拉档案啊。Nice. Okay.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Okay, the first one is good. Let's try the second one. 哇，他完全不怕烫，屌！快了。Nice. Must I try that? Very nice. 哇，他真的很会煮哎。看看，看起来蛮好吃的。对，看起来真的蛮好吃的，厉害。这是有熟的意思。你赶快吃，你赶快吃。这是我们的 Alan 的烤蔬菜，好吃。所以他真的很会煮，真的。其实他没有加太多的
调味料，对，然后吃到我看他只加盐巴跟胡椒嘛，跟老橘白一样，对对对，就是食物的原味，对，吃食物的原味。Thank you。好了，跟那个哦，烫吧，哦，卷，不会烫，不会烫，不会烫吗？对，不会烫。这是我们的烤鸡肉 ，By Futter。而就这样，我边吃饭边把今天拍摄档案拉到硬碟里面，无奈素材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从烤肉开始，一路拉到了晚上的11点多，接近12点。最后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终于结束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各位朋友，今天南非时间11点2分，我还在拉档案，现在只剩下两张记忆卡，大概在40分钟吧。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超困难的，我们吃完那个东西之后，我们全部人基本上都很想要睡觉了。吃完东西赶紧收一收，然后大家就回房间帐篷里面。那目前呢，我和珍珍还在，这是什么？他们的餐厅还是什么之类的吧？现在就可以继续拉档案，不然明天没办法拍，因为我们记忆卡真的太多张了。我也懒得算我到底是拍多少了，好不好？Anyway， 反正我只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过得很困难，因为我原本想要在帐篷里面拍，可是帐篷那个真的太小了，然后灯也他妈超暗的。你想想呢，我们还需要充电，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有插头的地方。明天呢，我们8点半要出发，所以等一下大概12点半一点，如果还没拉完，电还没充满的话，我就想说算了，反正我就尽量充，没充满的话就算了。然后明天呢、啊，听说那个路呢会难到一个魔王等级了吧？因为听说有比我手掌还要大那么高的石头哦，一整路上全部都是。其实以前我们就有骑车去印耐力的这个经验了啦，但是这次因为我们骑的是 ADV， 所以不知道你明天来试一下 ADV， 如果真的要去骑那种比较硬的石头火锅啊、石头路，不知道什么感觉，还蛮期待的。只是我现在真的好想要睡觉。我和真正的已经把我们全部的精力呢献给南非了，现在继续等答案拉完，然后准备要睡觉。晚安啦，各位。今天这一趟超过300公里的旅程，同样风景吃到饱。这几天下来接触到动物的时间，我发现真的多了很多，从绵羊到马再到长颈鹿，甚至还可以看到 Springbok 还有草泥马，心里真的是有够满足的啦。明天我们准备继续沿着 Barvian's Gulf 前进，接着雨战这一趟南非行中我觉得最像硬耐力的一段路，然后体验一下在国外独自一人走失的感觉。Alan！ 各位，我现在确定是迷路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骑过头。可是呢，我刚才在路边真的已经等很久了，就是我录上一段影片的时候呢，我在那边大概等了可能超过40分钟吧，我就一直在路边，然后看后面有没有车，然后中途呢我还有问一个路人女生，叫我一直直直走，她印象很深刻，因为她有看到珍珍，然后走到现在还没有到。这里呢还随处可见这个超大只的猪，然后我看到它有一个獠牙，真的有够大只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